公司概况 ：JW 生物开发后获得专利低温纳米萃取法，是有效提取技术小粒子的有效成分。海草、草药和谷物在低温下，自2002年成立以来，那家公司一直从事着工作，为了解决脱发问题，正在努力研究开发。此外，公司得到了好评，根据研究努力从顾客那里得到，除了具有功能性生物活性的生长因子外，还具有功能性生物活性的生长因子功能性肽，并用作制造用途。该公司已获得国际级的认证。关于制造和生产管理，在取得 ISO 22716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22716的认可后，应根据税务条例第符合 CGMP 现行优良制造规范的规定，以向美国和欧洲出口货物。我公司生产的商品在国家部门销售，商店、发廊、药店和脱发管理中心。公司向大学、医院、皮肤护理等提供材料 ，OEM 和 ODM 的诊所和东方诊所和产品。公司全体人员将尽最大努力发展满足顾客需求和最高标准的商品，透过持续研发发展全球领先的科技产品，在脱毛领域的最高水平，全球市场上的抗脱发 JW。